潮湿燥热，淘金客们夜以继日地在河滩上重复着打捞杀金的动作，不曾抬头。他们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淘到更多金子。河段藏在丛林深处，每日只听得见沙石与河流摩擦的节奏。猫头鹰昼伏夜出。 咕咕作响，金，化学代号 AU， 原子序数79，硬度2.5，熔点1064.4摄氏度，宇宙中最古老的元素之一。你告诉我，金子是太阳的眼泪。 你醒来了？啊，打听一下，这挑完的标准是啥？老弟啊，你掰是掰了点儿，我还掰？那你看，没看？哎，俺先给你搭个样。 前两天干过没有？去年跟他起号荷兰干过。旁边签字。中。哎，叔，您抽烟。化学天组。说你呢？ 最后一步多余了，你给人家递的什么烟啊？那叫黄金烟，那是俺们老家最贵的烟，还跟别人都递烟呢。你不看看人家递的什么烟？凝霜峰，只有小半截才给人家递老家的烟呢。把你弄了，你咋还在这站着呢？赌一把，不用递烟也能醉。 四牧场，别家的规矩。小半截头半拉月，只干活没钱赚。咱家老板好，工钱用杀金结算，半月一结。挑杀的两克，洗杀工3克，挣的金子每月找公司兑。小半截装啥老火枪？干活可不能像刚才那样。 溜肩耍滑，去吧。谢谢师傅，俺一定好好干。你也去。其他人去吃顿饱的，四牧场就不溜了。 说，和河段的事，你们俩商量就行。我只会看矿，不用问我意见。我是不喜欢外行人，四牧场在他们眼里就是窑子，心态黑，做事没得规矩。莫怪我老善欺负人，但他们都是为大家好。老吴，你不一样。 你讲规矩，脑子好，咱俩活起来干的好处不用我多说。合在一块儿，不还是那么多人干？每个人还能多挣。靠人挖，一条河段一天就产这么点破东西，这一季就得挨过鉴定，这个土法子早该扔了。
我在南阳通知渠道，能搞出彩金船进来。只有把大家的胡段连在一起，才耍得开那么个大家伙。到时候不用养那么多人路，大家都省心。反正我们跟公司包下胡段，怎么挖他们也不管。 这五锦超市老板，好好干，吴哥不会亏待工人。公司把彩金证发给哪过，哪过就说了算。老吴，你在牧场胡混了这么久，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？白白被人叫成吴阁楼。我这人懒，胃口也不大，竟然分了一条河段给老马。 除了拿我该拿的那份儿，其他的事儿他自己说了算，我不做他的主。整个四牧场都知道你讲义气，对兄弟好，你的话他肯定还是听的。 一个走心犯，你要是不留他，准公牧场红不人敢给他饭吃。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揣着金钥匙，何必天天啃咸菜疙瘩？咱俩联手干，莫说四牧场，就是整条牧场活都会是咱的。衣服脱了。 检查一下。六五，我需要个话。跑哪儿？ 下午河段上没见你人影啊！还不是伙食的事儿啊！说吃不惯，底下人都嚷嚷着要吃白面。最近消停点，再过一个月就到雨季了。看完这一季，大伙儿就能平平安安回去了。单老板找你了，那我过去，想把咱们的河段跟他合了。 为什么合呀？有什么好处？他找了一条彩经船，想往深了挖，到时候也不用养那么多人。我不同意。
那合着谁说了算啊？找你过来就是提个醒，最近机灵点，手底下的人管严点，尤其是新来的那些小半截儿。私募厂要是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咱们就去江外，去自媒体吧。老马，咱们都是挑沙子一起干上来。这几年，好多事儿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。你走进被抓，也是我保的你。你心里边有点数，别太过分了啊。这小妞，那时候翘不翘？咱俩一屋。正式介绍一下，陈宝金。阿牛，找胜利。哎，您说，这屋里也没个活盆让他哄哄蟹哈。你就带了一双鞋？还有一双，咱不舍得穿。你穿多大？四二。哥们儿，哎，我这儿有双胶鞋，43的，你穿着可能有点不跟脚，多订两副鞋垫，先凑合穿两天。你是给安了？啊。金子挣多挣少呢，千万别把脚给跑烂了。谢谢小兄弟，哎，谢谢宝姐，谢谢宝姐。咦，这带劲！咱掏着金子，俺也给你买一双。不用，这鞋经穿，好好穿吧。您咋还带恁多腰嘞？头一回出国，有个头疼脑热皮外伤的，上哪儿找大夫啊？真细致。哎，您是城里长大的吗？是啊。赶快铺床吧，这又坐船又坐车的，终于能有个床板好好睡一觉了。走。你弄啥嘞你啊？这是我的床，你的床，你说一声啊！你把东西往地上啊！你能咋教你？哎，小兄弟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多包涵。以后就是室友了。你哎，有新来的，过来，快点，快去。他脚下一滑，没有站稳，扭伤了脚。他抬起头喘气。看了看站在河对岸的同伴，那个人已经走到了河岸，受伤的陶晶科叫住了他。然后呢？如果是你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如果你是岸上那个怎么办？继续走。
就把霍丹转给老善德了。外海人大都被他挤得走了，你要不答应了他，他不会放过你。你要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办？你一码归一码。 怎么能变成一码？毛衣是给我织的吗？给我儿子织的，你是我儿子。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织一件毛衣？无可金。 单老板一唱一和的，不知道呢，还以为你们俩才是一家呢。谁发我金子，我就跟谁一家。一码归一码，你说的。算明账，整个四牧场，谁都没有你净。 护岸上的同伴，头也不回就继续往前走。受伤的陶金科，最后被一只狼救了，他们成为了同伴。很多时候，人还不如一只狼。我攒够钱就离开这儿，带着我儿子治病去。 这些东西你让郭子去练就好了，还大老远跑一趟。要不这么，我过去看看你。你是在看武建超在不在？看他干啥去？当初是谁说的？武建超吃软不吃？他松口吧。还需要时间。 预计来这就结束了，对边境那头的杀进还没凑齐。会凑齐的，不着急。刘哥，你今天晚上收起来了没？ 为了出糗，哎，我还是老火枪待遇好啊！咱屋里啥时候能搞印钞？这怕不是用来考学的。哎，把孩子拖了考上。什么？把孩子拖了考就。过来考上，快点来，快点，快点，陶军。 快！哎，老郭，这就来好了是吧？如果管理业，你老老实实对给公司，一个人对28可以了。28，38我都嫌少。
果子那张，五十一张的门路。五十，哦哟，瞧你那怂样，五十。就你几个这点水金子，不拿个堆给公司，哼！你还想等着猫头鹰来给你发牌？哎，六哥，六哥，如果真找收到牌，咋个看啊？你抢我好吗？是啊，抢我好，抢我没好，我都不晓得。没收到牌是吧？数字就代表牌价。三十一个，五十一个，背面写着交易的时间和地点。哦，直接丢到河里头！你个笨蛋玩意，猫头鹰是那个牧场河最大的金贩子，你这辈子都接不到牌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洗牌呀！洗牌，洗牌，洗牌！哦呦呦！喂，你狡诈种，你信不信老子拿你当葫芦烤？打什么人啊你？嗯。狡诈种，你敢跟我抢货？哎，不是刘哥，打打！老子！刚来第一天就闹事儿啊！那不是俺们闹，闹事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宝金。为什么来四木厂淘金？为了发财啊！把他分到挑沙组，另外一个去洗沙，再有下次都给我赶出去。哎，悟空，聚众赌博，老规矩，每人罚两口金。明天交队上。交队上。大点声。是。八环，二十三 K。不是咋了？怎么不好吃啊？你觉得这玩意儿好吃啊？这咋不好吃啊？俺想吃胡辣汤也吃不着啊。我看这地儿是真穷，穷啥穷啊？这有金子，俺们要好好干。干好了，俺也买一拖拉机，再娶个胖媳妇儿。哎，林叔，明天晚上节目呢，是不是弄对给那？啊，十五 K。你是七青。哎，啥是七青？七青八黄九红是判断纱巾的成色，越红成色就越高，对应的价格就越高。那倒不去对了，哈巴才对个他。那不啥对给谁啊？对个他们，牌价额八，一个纱巾才卖28块，买个金贩至少能翻100。能找着路子，能翻200。
杀戮子能翻两倍。你这个小半截，还是买个公司保险。都看清那些人了，那是公司浮夸队内关着某场活大大小小八个警察，专抓走私杀金，他们的金子只能都给公司，被他们逮着了，轻的罚钱，重的让你吃牢饭。这金子兑不了钱，就是个石头子子。你说的路子是指什么？你莫惦记了，只要路子来找你，你找不着路子。干嘛？蚊子。一天到晚跟我干什么？去检查去，查严点儿。下去，没上。副矿队监察，快点。老万，进趟货而已，到底要耽误多久啊？这两天我们又抓了个金贩子，一个河东佬。一问。说是私募厂收的。木法，现在每一个金厂都要查验，不是针对你老吴一个人。约都蹲麻了，要蹲到啥时候？多了几个新面孔，新招的。雨季马上就到了。得抓紧干，新添了点人手。你们这群死耗子，都是靠金吃饭，说到底还是一家人嘛。哼，鬼才跟你们是一家人，要不是看在当年我俩一起出国的面子。给老子也搁那儿蹲着去！报告，这大哥好像生病了，您那边的蹲，看着怪难受的。真藏在屁股后头。叫哪样？大鹏，你先不，
就算你藏在嗓子里头，我也能给你抠出来。不干了。越挖越干，今天两条河段统共出的量不如往日的一条。老马手底下有个金客，今天跟我一起跑车，藏了金，被老外给逮着了。老爷子。老马的河段，你来管怎么样？啊，算了吧，我如今摇个筋斗，手都哆嗦。帮你招招人，盯盯账面还行，河段管不了，太重了，得要我老命。再栽培个吧，现在的年轻人。一个比一个聪明，我看这回有个小半截就不错，有点文化知识，看着机灵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你说那个陈宝金？哟，这么快就蹦到你眼睛里了？第一天来就跟老六打了一架，你说是机灵呢还是汉堡？嗨，年轻气盛，磨蹭一下就好了。那个小半截儿，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得再摸摸底。我总觉得他看着眼熟。今天老外看他的眼神也不太一样。我来吧。送你去考了吗？啊，哪个月喊你回来的？我掏钱。掏锤子！从哪来滚回哪去？我哥没找人呢。我怎么回去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哥他掉到崖下去了。我们沿着下游找了一个月，要活着早就找着。人没找着就还是活着。你捅锤子！牧场河的水大转转，人下去就捞不上。我不管，反正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要是人真没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老板，我们可以里应外合，反正你要抓奸犯，我可以当你在司牧场的眼线。你，
这咋了？这咋站这么多人了？先放下来吧。太，这个是昨天皮尔藏进那口，好像是。你说是哪口干的？还有哪个？猫头鹰。我们的猫头鹰放牌，我们的老师队的公司，走进走进啊，都被他好下场的。找到啥了？真的？要是那小半截后面惹了啥事儿，你可得负责。那人是你找的，又不是我。不信算了，你自己问他去，我还要回去干活。这要让别人知道了你是个女娃，你还干啥活？你哪样意思，老头？说好了替我保密呢。反正哪天我要管不动你了，你就走，跟个小炮仗一样。后悔招了你。行了，我会替你好好看着他呢。老老实实干活，别捅娄子。
爱情。